没看到。也不敢坐，那我开的话，我开出去可能就有难度了。第一个弯卡，这边的那种欧洲的大巴司机的那种开车技术的都很好。那我们这位他是开的比较傻，也对，比较猛，比较傻一点。来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所有人都到了。